说话间，突然天地变色，电闪雷鸣，随即地动山摇，火雨天降，宛如末日来临一般。只见一颗巨大的陨石砸向不远处的紫云山主峰，顷刻间整座山峰化为乌有，周遭各峰也在火雨的冲击下摇摇欲坠。放眼望去，归云派的上百座楼台亭阁尽数崩塌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几道奇异的光芒护住了山门外的散修，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匆匆逃到山下。正当一众散修惊魂未定之时，有一人从空中跌落下来，看装束似乎是归云派的弟子。在场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此时一道身影从远处匆匆赶来，他冲到这位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的归云派弟子身旁，面露焦急之色。Thank you.
你回来了，大家都是怎么想的？